上次讲到最后一句，这夫子忧，朋之心也夫。为什么说朋之心呢？好像朋是个小草，所以他的心呢很短。用来比喻什么呢？譬喻这个一曲之势。所谓一曲之势呢，在秋水篇说曲势不可与道，就这种人看法很短、很浅、很小，不足以跟他谈论这个大道。为什么？因为他受他的教所束缚，受到了限制，而无法扩大。这里说到心。心什么？心是三，闽南语说人生呢叫什么？叫心嘛，是不是？我听广东话念这个三呢，好像跟这个心也很近。什么意思啊？我认为心就是一加二，一加二当然是三呐、啊，这还用说吗？岂无论说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这干嘛？小学教加法嘛，对呀、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知道，其实言就是一，两个一相加就是二，二有一为三啊。当然，这个其实什么意思啊？我认为三是心，它也是天，天呢？它还是一，又回到了一。在造字的时候，这是一，这是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二，可是这个一看不到。也有这个，这个就是三。所以有人说古时候啊，这个一二三的声音大概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的声音嘛。我说庄子讲什么？就讲一啊，对啊，齐物论嘛。齐物论当然我们这学期不讲，下学期讲，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齐物论万物一齐啊，对啊，讲万物一齐，实际上他你找不到那个一嘛，找不到那个最高的，不知道嘛，是不一嘛。你不知道怎么办？是要从有的知来研究，当然研究不出个结果来嘛。因为如果有结果的话，现在不会这么乱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人的知有限嘛，用有限的知去寻求无限的不知。我们下面马上就讲养生主，对不对？养生主虽然还没有念，大概头上那几句大概都念烂了，每个人都知道有牙谁无牙。对啊，你生命有限，你要求的那个最大的无限的知，它是无限嘛，你怎么求？所以这在不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就是这样子。三就是一，一也是天，它念起来是心。其实心声音跟天跟一还是很接近的。
刚才说这个大家都会啊，你到银行去取款，你要不要写这个？你写这个不行，一定要写那个。干嘛？对啊，这是人自己嘛，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因为这样光是画几画呢，很容易改啊，很容易弄乱了。有一个字啊，我现在不是一个字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都认识，对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什么？这个是，这是布衣。这跟什么？这跟八的声音很像。这个也是啊。双目不成灵是什么？就像嘛。闽南语念木跟木一样，也都像八。说这个人是木匠，他是做什么的？做木的，做把的。我说过布衣怎么样？你从这个圆的观点来说啊，正反合，对不对？一也是布衣，布衣还是一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二，这怎么是二呢？这是人呢，对，人可以念零。人不是二吗？不是老二吗？我一直说人是老二哎。这个呢，这个森，森跟这个森，国语当然不一样，这个卷舌那个不卷舌好像不一样。其实古什么，无舌上都是舌头，都是得特了。得特，它就是三嘛。所以这是什么？一二三。开玩笑，本来就是开开玩笑。这个我说过了，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的文字可以拿来做各种的游戏，开开玩笑，无伤大雅，而且很有意思。说到最后是彭之心，因为什么？因为庄子，我发现庄子他很喜欢用人心这两个字，我就怀疑他人心是不是二三，二三，当然二三乘起来是六，二三加起来是五。我说过庄子这个数目字啊，我一直怀疑他很有关系，很有关系。现在不讲这个太什么了。第二个惠子跟庄子在《逍遥游》里面辩论的故事，惠子为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树。树也是一种高大的树木，其实就是臭椿。我上次说过，香椿不错，香椿如果拿它的嫩芽嫩叶来拌豆腐，很好吃，我很喜欢。而且我在大陆觉得很。”大陆，我没到过很多地方了。我小时候就在上海，后来到北京就，到北京虽然我住那个地方叫春树胡同，可是我没有吃过这个香椿拌豆腐。我吃香椿拌豆腐都是在上海吃的，上海很便宜，觉得就好像很普通的蔬菜一样。可是有一种叫臭椿啊，这是蔬，其大本的臃肿，而不合绳墨。本所谓根本啊，就是这种大树啊，它的大根很臃肿，我们现在书写呢，写这个臃，我们按照《说文解字》呢，应该是这个臃，所以写手字边。也是个假借字。
用大家都种，现在都用啊，而不种神墨，啊，不种当然就是不合的意思了，不合于那个标准，不合于木匠的标准。也就是说，虽然很长得很粗壮长大，可是不合乎木匠的需要。木匠常用神墨来量，如果它不够标准呢，就放弃了。它根没有用，那么它生长出来的小枝呢，又蜷曲，这个卷念蜷啊，跟这个手部的那个打拳的拳声音是一样，嗯，可是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嗯，而不重规矩，不合乎那个标准的需要啊。就是因为它不合乎标准，所以它立之徒，它树立在路当中。我们现在都写这个图了啊。匠者不顾，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些匠者们，根本连回头看一看都不屑于这样一顾。君子之言大而无用，而说前面这个话是个比喻，啊，实际上是挖苦庄子，啊，你的话什么九万里啊，什么那么大，啊，什么垂天之云之类的，大是不错，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就好像这个树木一样，啊，长得很大，根本没有用处啊，所以大家都不理你，嗯，所以众所同趣也，共同大家好像一致的认为没有这个用处，所以不理你，嗯，所以这也就是庄子可能在当时不出名，嗯，因为他的这些理论呢奇奇怪怪啊，大家也不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大大又怎么样，飞九万里又怎么样，嗯，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觉得奇啊，如果觉得有用处就会争辩，就会出名了啊，他所以惠子觉得你虽然说得很大，可是就像这棵树一样没有用处，嗯，可是庄子的回答啊，他辩论了，他此都不见乎离心乎，你没看过这种动物吗，这种小动物离心，嗯，在秋水篇啊，我们这学期也不讲了，大概在下学期可以讲到，有一句说捕鼠不如离心，他会抓老鼠，嗯，这个尔雅失兽啊，有这个幼鼠，他说今幼似雕，嗯，大家都知道女性最喜欢的大衣叫做貂皮大衣，是不是，貂皮大衣很贵，为什么，因为它要用很多貂，因为貂的身体不大啊，你如果是什么狐皮啊，什么皮啊，哎，一张可能就够做一件衣服了，可是这种不行，要很多，所以一方面是不容易抓到，再一方面又体积小，所以要牺牲很多，所以很贵，嗯，它是这种颜色，大为是江东狐为心，嗯，大概就是俗话所谓的黄鼠狼，因为它黄色嘛。有句俗话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呵呵，嗯，这个啊，说到离心，我就想到这个离，嗯，大家记得前面逍遥游讲过什么？
什么几千里啊，几万里，是不是？梨好像得特讷勒，对不对？舌头。可是这个呢，念埋，对。我上次说了，有很多字呢，就是大概也算是复声母啊，所以大概有这样的情形，啊，有一些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这个字就是埋。我们现在对不对？这也念埋嘛，是吧？哎，你看今天怎么没有太阳？阴天，阴霾。这个埋字啊，那闽南语说，他去挖个坑，把它叫什么？叫呆呆是吧？呆，所以埋跟呆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唐朝的皇帝李治，谁啊？唐太宗的儿子是吧？唐高宗的，叫李治。为了避他的讳，所以不用治，都用李。治本来就是德特，李是了啊。这反过来说啊，很多了，比如说这个来啊，其实它也是呆啊，所以很多所以什么老啊、考啊啊，都是一个声音啊，都有这种复声母的关系。所以这个字就有，你说它是埋，它就不一啊；你说它是呆，它就是离，它就是一，就本身就含有这个一跟不一的关系在里面。很多啊，好些字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啊。这种离心呢，悲生而福以后熬者，所谓熬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加这个说熬油啊，出来出来玩。我今天常听那个大陆的连续剧啊，出来玩玩，我说过了没有？现在很多屋啊都变成了窝了，出来玩玩。你为什么这样啊？你现在报告新闻对不对？这样，所以我说只有一个没有换。啊，我来上课了，不可以，还是我来上课了，没说我来上课了。那种出来等候这个出游的，所谓小老鼠啊、小鸡啊什么，出来的那个小动物，他就去抓。那东西跳梁，跳梁就跟这个梁是一样了，不必高下，我们现在用这个了啊。你看他很喜欢用这个 b 啊，这个重于 gp 啊，这个 p 我刚才写了啊，死于亡骨，亡骨也就是亡就是了啊。你看连用几个 p。我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不一嘛，不管这个屁哪个屁，都是不一了，都是 B， 都是
所以他说什么万物一齐，说很多一，有没有说不一啊？也有啦，你不注意嘛，对不对？我说彼此的比就是嘛，嗯。所以他虽然很活泼，啊，等候这个出游的这些小动物，他就抓来饱餐一顿，好像他很活泼啊。可是不小心呢，就中于鸡辟，结果死于亡谷，被亡谷抓到，或者是被那种鸡辟一种小机关啊。啊，大家都看过那个抓老鼠的笼子，对不对？里面放一点食物啊，他一拉一吃。一转这个门就关起来，就被抓到了。嗯，金夫来牛啊，来牛就是犁牛，也就是犀牛啊。说文说，这种牛呢是西南夷的长毛牛，毛很长。嗯，其大如垂天之云。我说过垂天之云，这是第三次。嗯，啊，此能为大矣，而不能知鼠。它能让它的身躯长得很庞大，这种我们说犀牛，当然跟这个长毛牛不太一样，可是身体大概也差不多壮，那么差不多大啊。牛身体壮大呢，结果它没有办法抓老鼠啊。虽然它很大，它抓不到老鼠。嗯，所以为什么物质啊？用个牛字边，因为它是大物，最大的，那不是象比它更大吗？象当然，我说那个时候有象，所以我们才造这个所谓象形字，对不对？象形字这个字最象嘛，对不对？所以才说它象啊象的，虽然很像，可是虽然有，可是不是每家都有啊。中国是以农为本，说古时候了，当然现在也还是了，对不对？现在就是现在说，科学进步发达，发展工业，发展的太厉害，农地都没有了，种不出粮食来，人不够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每一家都有常见的最大的，大概就是牛，所以造这个物字呢，就用这个牛来造了，所以它能使它的身躯庞大，可是它不能抓老鼠。今只有大树，唤其无用，何不树之于吾何有之乡？为什么不指出什么乡？你是中和乡、永和，为什么不点出来？他当然不能点出来，这个他讲的就是这个空虚的最不能落实的这个所谓哲学境界嘛。你要落实了，这会误导，会让人，比如说以前，在民国初年什么。有人写武侠小说啊，什么的，武当山，什么太行山，什么，那个英雄都了不起，那些小孩子都不念书了，就都跑到哪里，跑到四川去找什么山什么，那个家长不是很担心呐，对不对？所以他当然不能落实，所以他这个里面不管是人名地名，都是他编出来的，当然有啊，尧舜禹汤孔子周公的那不是实在的人民吗？可是实在人民，我说，你不必认真了，因为他们说的话不是真的所谓的什么忠言了，是一种假托的意思，甚至于他们的名字也被利用假托这个声音的，我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皇帝，皇帝啊，其实我说，皇是什么？皇就是横啊，就是圆呐、帝什么？帝就是一呀、这是他利用这个声音呢，你不要信以为真，说啊，真的皇帝如何如何，
所以为什么不把它束之于无和有之乡，广漠之野，最广大的我们说比如说沙漠啊，我们叫水这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看不清楚这么一大片，就是广漠啊，广大的彷徨乎无为其策。彷徨，我们当然现在写这个也可以啊，不过它都是反正都从这个得生嘛。你可以在那里徘徊彷徨，也就是说好像逍遥自得。逍遥是什么？逍遥就是无为嘛。逍遥乎情过其下，这样你就可以不邀于金府啊，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没有用，没有用，这不是很好吗？你让他生存在无和有之乡，广漠之野，他就能够逍遥活下去，物不能伤害他，虽然没有用，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是好像是说无用之用，无用才是大用，这是第三段。所以逍遥游算讲完一般来说呢，好像逍遥游重点在于这个大字，大是这个纲要总纲。对啊，其大若垂天之云，是不是什么九万里之类的可是我说过，其实怎么样，你逍遥它就是小嘛对不对？我说过逍遥的逍，不管什么逍都是小嘛我说过赵少康的赵就是丢丢丢他也是嘛可是就没有人研究了，就知道大大就是道要大大所以他不说的可能是很重要的，所谓不言我要讲齐物论啊，万物为齐，万物为齐，我们念语言篇说不言则齐啊，不言则齐，那齐语言不齐啊，你到底讲什么？我没讲啊，我是不言啊你没讲，你就是开开玩笑嘛，是也不是，能是也不是，是是一，不是呢，不是是不一啊是也是非啊，非也是是啊，那怎么可以这样乱七八糟？那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嘛，不知道它就不一嘛，不一你找到没有？没找到，找不到，找不到怎么办？你只能拿已知来求这个不知，可是已知是有限，不知是无限，那怎么办？没办法嘛，就是说说而已。简单来说，什么顺其自然。什么是自然？我已经说过了，自什么？自就是一嘛。然呢？然也是天，也是人，那天人合一都可以啊。那一就是天，那天就是一，那人也是一，人是二，二还是一，一二二二二一。那你到这点，我什么都没讲啊。所以看起来这一篇呢好像是很有意思一会儿叙事，一会儿议论，一会儿引证，一会儿比喻，似断而非断，似叙而非叙，似重复又好像不重复好像空蒙一片，
顷刻之间呢，未成奇观啊，到底怎么回事？朦朦胧胧，不清不楚，没有什么美也有朦胧之美嘛，不是？不清不楚，难得糊涂。哎，现在没有人穿了，好像有一阵子有人穿那个什么 T 恤，有难得糊涂是吧？对呀，人要糊涂呢，就是最高境界，就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不必担心，一切都顺其自然了。好，我们就算了，不讲了，就讲这个下一篇的，要讲的就是跳过了《齐物论》的。下一篇就是养生主。